兔兔那么可爱，要做成麻辣兔丁才好吃呀。那你去把它捡回来吧。在哪里呀？哎，兔子兄，真是辛苦你了，也难怪我二姐剑法精准。你是想红烧还是想清蒸，或者做成麻辣兔丁？起，五威！大姐，一只兔子够我吃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君真是好剑法，那也不及二郡主剑法精准，可惜还是没有射中。不知二郡主想射什么？打猎自然是来射猎物的。陈芊芊可是你妹妹呀，她早就不把我当姐姐了，我又何必再留恋姐妹之情？看来那天晚上，二郡主没有喝醉。韩叔，如今母亲已经命你和三妹和离，我可以去求母亲，让你与我成婚。哼，韩某此生非陈芊芊莫属。可外人一眼就能看出，陈芊芊她根本就不喜欢你，她一向朝三暮四，任性妄为，从小到大我看得太多。如今他就要舍弃你去和裴恒成婚，你竟还对他抱有幻想？看来二郡主不太了解芊芊，更不了解我。你就真的对他这么死心塌地吗？如果二郡主的箭再对准芊芊，那韩某的第二支箭可就要射出去了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知道陈芊芊不值得。你们这是要活活烫死我们少君吗？镇主，好巧啊！明天七夕节，我约我什么？我明天很忙，明天要安排母亲花车游街的庆典，还要操持圆圆抛绣球的仪式，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。你明天好好玩。我有话对你说。有什么话？过了明天之后再说。我先回房。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为什么你总是躲着我？为什么总是敷衍我？为什么丝毫不在意我的感受？难道我对你的真心就这么一文不值？城主下令后令，你至今没有给我一个解释。所有人都不希望我跟你在一起，而我像个傻子一样一意孤行。如果连你都这样的话，你让我如何坚持下去？那就不要坚持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
只会吓唬我。要求我要挟你，原来夫妻一场，变成我逼迫你了。你走吧。您不能进去。楚楚，走开。楚楚，我现在有要紧的事情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我能帮你什么？如今少城主好大的气派，我星子府竟是你说闯就能闯进来的。还说要攻占华元城，你赶紧派护城军去搜，一定要阻止他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来不及了，还说在全城埋下了炸药，母亲的化身马上开始游街，一旦他引爆炸药，他不会得手的。我已经派人守好了他安排的每一个爆炸点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们不仅知道了，你还派人蹲他。韩硕意图不轨，我身为花园城司君，自然要捉拿他，捉贼捉赃，我今晚必定一击即中。捉贼捉赃，你明明知道他今日计划，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，还要看着他发生今日大祸？这楚楚，你为了想要坐上少城主的位置，连韩硕都不要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？韩硕为什么要攻城？难道不是你朝三暮四、拈花惹草逼的他？楚楚，住口！不要为难芊芊。裴恒，你可以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去找他，你去阻止他。你是裴思君的儿子，你一定可以帮我的。凭什么人人都要帮你？今日七夕游街，护城军有巡城任务，还要维护母亲的安全。不如你猜猜，派去围剿韩硕的人马是谁借给我的？你们都没有义务要帮我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你们这样放弃韩硕。你们不去，我一个人去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拦着韩硕。来人，既然来了就别走。我去陪母亲巡城，你就好好待在这里，等着事后发落吧。楚楚楚，你不是说你要韩硕的吗？哎，你别这样看着我。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，你不可能害人的。真是，怎么还不扔啊？毕竟是终身大事，谨慎点儿。正常，我都等了一个时辰了，再等下去天都要亮了。你到底跑不跑啊？苏公子又回来了。他不会再来了。来，让一让，这儿。慢点，瓜，啊，看见苏公子没？没有啊。哎，不过苏公子长什么样来着？郡主，要不咱今天不跑了，咱回府吧。他们都想替我做决定，难道我身为一个废人，连为自己终身大事做决定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不。
我要跑，他不来我便不成婚了吗？把绣球给我。郡主。给我。郡主，城主的花车已经出府开始游街了，咱都已经错过吉时了，要不咱不跑了，咱回去吧。瓜儿，来少城主说了，孙公子没来，不让大举动抛绣球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少你拦住他。别抢啊！哎呀，我看你们谁敢抢！你抢，你抢！他拿到绣球了，郡主的夫婿就是他。是他。就是他给拿到的。月人，他是个月人。是啊，这是啊，是啊，是个月人，他凭什么？这太儿戏了吧？大郡主。这位便是抢到绣球的人。参见郡主。传我令，抢到绣球的人就是我的夫婿。我偏嫁越人。是。我带你去找韩硕，但你要答应我。这是你最后一次受他蛊惑，以后无论他任何花言巧语，你都不能再相信他。我不会拦住他的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不行，我们这样根本找不到，我们还是上马分头找吧。玉，听人说你满城在找我，你跑哪儿去？我找你好久。当然是去做大事了。哎，正好，我正派人去寻你了。就算你今天不想见我，我绑也得把你绑过去。城主来了！母亲，母亲，亲亲，母亲。我要让你看一个有趣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海叔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不理你，不该敷衍你，不该把你推给别人。我保证我以后都不会再这么做了。韩叔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管谁来阻止我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你为了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这是不是摘不下来了？一辈子都摘不下来了。我不觉得这是你们花园城的晦气，我觉得这是你啊。我把你这朵带刺的花戴在身上，怎么能算是委屈呢？虽然你总是刺我，但我心里欢喜。